为了强化灾害防救实力咧，将军区公所今仔日26日咧，在台南市政府灾害防救办公室股长陈良光、甲军训旅长周义东咧，欢迎你的旅长王素五的见证之下咧，以青军训地区的居民咧，周姓弟、林春远、王春生签订关怀志愿协定，公司部门再次牵手合作，充实地方防救灾的资源，对于区公所紧急疏散撤离。甲物资运送效率有所作用，防灾体系更加完善，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扩散效果。将军区长洪春花表示：“大家好，我是将军区长洪春花。今天呢，下午两点呢，我们在青龟山，签订广华资源协定。我们将军呢，处于呢极端气候下的一个地区。”时常有台风跟水灾发生，会影响到我们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公私协力的部分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市长黄伟哲先生一直在强调的。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跟我们三位当地的移民来签署这个广华的协定，希望发生灾害的时候呢，能够协助公所。来载运物资以及人员到安全的地方，让他们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这相信呢，这是帮助政府的最好的一个最佳途径。人家说，灾害来临的时候是七分自助、两分互助以及一分公助。希望在公部门来之前呢，能够得到一些。民间的资源来协助，让我们的灾害防救呢得到更一层的保障，让生命财产得到更多的保障呢，让我们的居民安居乐业。以上报告。洪春花区长特别感谢对青龟山的居民周胜志、林春元、王春生协助区公所紧急疏散撤离甲物资运送的帮助。特别颁发感谢状，以示敬意。将军区滨海关华是渔民赖以为生的生财工具。之前有一只关华由民政局购买渔泊区公所使用的蛟华投入防灾救灾的工作。这次再增加三只关华，非常感谢周姓弟、林春远、王春生等人抛砖引玉，愿意提供关华予区公所灾害应变的调用的时间。充实将军防灾与救灾的能量，展现公私协力推动防灾救灾的信念。以上是台北新闻网报道。